他技能英雄技能也好用，也灵活，而且位移多，机动性高。这里没事啊，那再戳一个都没关系的。 打正级为什么要出四红呢？这个四红就是让你上去补刀的底气啊！你如果买杜兰顿或者杜兰剑，你上去补刀你是没有底气的，明白不？这个底气它是不存在的，这也别打无所谓，我们补我们的刀，不要管。 还行，两瓶药无所谓，还可以接着回。而且补刀是一样的，不要看血量这些东西，补刀血量，哦不对，血量是比它稍微差一点。再试试吧。到这里它就不太行了。同样是极限血量，它蓝没有太多了。 这样他好亏，其实。这凯隐上去应该杀不死。你可别忘兵力 Q 一下。 熬夜对我来说不是熬夜吧？这时间对我来说应该算是晚上。那对我来说是晚上。相位点火武器怎么打？就那样打呀。相位点火武器不难打的。 连体的有点恶心，好烦啊！刚好这下子走过来，炮车线还可以接受，我看他装备是一样的。 剑魔如果第一波不是巨石软地，打电机还是有点困难。我也没事，还有方案二，如果买不出巨石，可以慢慢买布甲鞋，可以的其实。
Q 了三下，全中了。 你要交到那不是玩不了。 这凯琳靠上来，我有点慌。你不说他就放，打野可不管你，他拿到钱就很舒服。所以你要提前输，你要直接输。走了。考菲尔德的战锤，我的萃取打得比他快了。 他会狂推这波线，巨石短臂还是得买。彗星还是耗了蛮多的，打线的话来看，队友带了个小红书。 右连体呀、啊，嗯，还真的是一事又无成，好恶心！他一直叫人，我杀不了他，我只能压他补刀了。护甲鞋，还行吧，我渡城还是稍微领先一点。 Q 操作不来，是晕的时机不对。
神分的简直。 叫一万遍还是被压了塔下？我只能叫瞎子呗。叫一万遍还是被杀？就被压，没改变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你可能每一次技能放的比较失误就行。 超前线有点，你可能把这波线清了再走。压到一级多，我萃血快打完了。他补刀掉很少。哦，不对，他补刀掉很多。 带征服者是没有这个消耗的，这个，这怎么来着？没有这个消耗的效率，打他基本不掉血。我操，买一送一啊！ 叫瞎子过来，还有人啊！ 瞎出大，星虫，星虫防御会多一点。我感觉木刃其实伤害是真的不如星虫，星虫无论打到前期还是后期，伤害都是比木刃要高的。 开车出，齐老师。这都行。 打上混，那我就没办法打他了。说他选择混是对的，这剑姬但凡有一点他妈想创业的想法，他是直接死的。<笑>这剑姬混是对的，怂着玩。
只要有一点想创业的心，他就死。不过他这样玩确实挺烦的，我拿没办法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被小兵卡了，对，有点鬼畜。 差650，还行吧，我们经济一直是在线的，马上两件套。守塔尽量守塔，不要死就行。操！ 这一堆的头，哎呦，早不放晚不放 ，K 头的时候你放，你 K 了别死啊！K 头他妈的别死啊！ 多狗蹲他了，我真是服了，确实太多狗蹲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这狗操的他妈人太多了，这经济一直有人蹲吗？我去下大一下。 龙刷了去下，我操！你不以为换条路我就找不到你？你没抓这个阵地路线。 没事，我打不过你们明哥的。我们迈向战场，让我割裂皮肉，让我沐浴鲜血，让我躲进他们的尸堆，让我逃离这痛苦的折磨。
还行，1000块可以。 这边怎么会在下面拦着我？贪欲，我夺他1000块的经济，但是拿他没办法。 操了，应该 QE 的，给他 Q 到也行吧，强势单杀被杀死，650，相当于一个二塔的经济，有点倒霉，被他晕住了。塔打我会比较多血，我现在跟他单挑还好。 只要他队友不在旁边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都可以的，都可以杀他。大卫晕很久没有人，我再加罚站一会。我的痛苦，我将让他绽放。 这个，我只是邪恶的，我得去下路，是对自由的亵渎，是残酷的背叛，造就了我，让我与原本高尚的理想。 你们还吃？我操！早点去龙坑，让我待就行。他早点回去有回推线吃的，这一大波线，包括前面有一波。
队友死亡。 乱的，对面全乱。哎，这辅助还挺细节，就吃了个那个，吃了个塔群，也中路。 这剑姬带不过我们，没事。我们现在马上第四剑要做好了，他又被我们单杀了，下着帮他多少次，他还是没用的。 我们就在下给他压力，他总要有人来管我，你知道吧？我们 TP 就是不用的，你可以不用 TP， 但是你不能没有，因为 TP 赚好了，你就可以去支援你队友了。 先给压力，鼠鼠，白老鼠，还有白色，你们这老鼠可真肥喽！白老鼠，破阵者的双抗，生命值什么？ 出事喽！他们小炮死，不过确实，我是挺怕小炮的。回去爬山，换个剑魔，这有什么用呢？ 别别别，相信我，别上别上，就说了相信我，非要证明自己，别创业呀、啊！哎呀，干嘛非要他妈的创业呢？最后我看一下买什么比较好，反制买个这个吧，这800块钱。 这个玩的还挺好，不会炸死了吧？蹦！剑姬起大飞，拿了个大头，我还真是，他拿了好多终结。我操，灭没眼，我们这局去下了。 这玩挺好的，啊也破阵子。 要想赢得我锋刃，真实生死，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
还敢回头？你在里面早点出来呀！我真的是。 出来！哎呦，你早点出来不就杀了吗？你在里面装逼干嘛呢？哎呦，我真是服了，这凯隐，你直接出来不就杀了？可以秒出来的呀！这 W 没好，你非要我操在里面等W出来装什么逼呀？哎，真烦！赢游戏跟他妈装逼，你选择了装逼，呀？ 啊，变数不就来了？先回家。 结束，快！他肯定直接出来的，这算都算得出来。哎呦，还好有主播呀！哎呦，这个牵扯呀，这波还行。我操，这把我边线要是没点顶住，就给剑姬带穿了。哎，还行。哎。